好哥啊！我们做到了！我觉得这个一跳就是感情会迅速升温。对，可爱的 flying。网上看那个葡挞特别好吃，想吃那个。葡挞，你们试一下。哇，这时候女生太需要哥哥这样的。哥哥放大招了，拿着热能那个饼干去喂你的第一印象最好呢？你对哪个女生比较有好感？哦，你。哇哇哇！哇你最有好感的男生是谁？哇！哇！啊？什么？哦，我天！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散一下步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在原地转一圈吗？一切都是假的。其实对你特别特别有好感，所有的色女生。我看到这样可以大结局了，没关系。